那我就觉得很奇怪，那我们也是露营，那只是我们是夜冲，夜冲不能帮我们晚上六点帮我开门吗？嗨，我是 Emily， 我们今天要挑战四个人露营，只有一台车。那我们现在在朋友家附近，这次的后座是算是前所未有的空，准备再塞两个人跟他们的装备。比起上次那个斯卡兰木，就我们又更贪心了。我们没有理由不够了。我们那时候很简装那时候第二路而已吧。如果没有制冰机跟冷气，我们这次是超级宽松，还可以载两个人。但是我也没走过去，所以我好啦，我们现在到5859了。5859，但是还没开，因为我们是夜冲，还没有人帮我们开门。今天是要夜冲，所以还没有人帮我们开门。这边夜冲时间是6点可以进场，我们现在还有15分钟，就在门口等。现在是6点，夜冲的时间到了。拉一下，用拉的。拉三。如果没有，再试试嘛。我试试。你试试，你就是想证明我不行，但你可以是吗？是啊，说不定会有盲点呢、啊。我再玩一下。还是按后面，你按反了。也有可能哦。也有可能哦。对啦，白痴。白痴哦、喔，我就说我有用吧。这边好不好下钉？请问一下你的想法是？这边随时随地都会跟地心见面。我没有其他感觉。紧急事件。请问一下，我失忆了吗？我真的没有拿钉子出来吗？年纪大了，记忆不好了。那我先进去弄喽。好。可以先帮我接电吗？不用接。我们这一次有这个。露营久了，没有像一开始这么追求豪华的装备，还是会追求，但偶尔就是想要轻松的时候，还是希望有一些小的装备可以做替换。我们之前找小桌子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我们这次有一个小玩具 ，Giga 4.0三合一的多功能小棒槌要分享给大家。真的超小一颗，它重量只有100克，跟我们的无线麦克风比差不多。真的好小哦。它这次还有一个组合床垫，我们顺便带来了。顺便 ，Giga 4.0是一个多功能小棒槌，有充气、抽气以及露营灯三种主要功能，可以用在泳圈充气、玩具充气、真空袋收纳、露营照明、生火烤肉、床垫充气、清理汽车灰尘等等。小小一颗，超多功能，主打轻巧好携带，快速高压充抽器，具备 IP64 基本防泼水，使用 Type-C 快充。这系列商品在国外已贩售超过1500万台币。现在第四代充抽器功能更快速，照明功能又更持久喽。好啦，那我们来谈谈它轻巧便利的地方吧。首先，它跟我们本来的充气机比，大小大概差了3-4倍吧，长度差2倍，嗯，对，那肥度我估计是3倍啊。这是原厂提供的充气头组，可以因应你需要充气的东西去做使用。然后它有2段式的风力调整，可以依照你自己需求去做调整。感受如何？不是我要讲，这个床真的不错。然后我们烤肉不是都会用扇子或电扇，可能有火力更强，有吹风机，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都是需要插电的。那如果说今天有了这一台，你就可以轻松的直接在你需要吹火的时候开一下就可以吹了。这颗邦普的照明功能啊，它是40到400流明，总共3段。开最低亮模式的时候，最高的续航力可以到30个小时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想要去洗澡的路上，发现路越走越暗，然后才发现我忘记带灯的状况。
有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啊，我跟小爱是很常发生这种事情。这时候你就是要决定，我要直接摸黑冲过去，还是回头多跑一趟去拿灯。但因为它非常轻巧，你可能会忘记说这个灯一直都在你身边。还有一个最最最最最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插电式的吹冲气机，每次在最后一天都是需要特别拿过来，然后再插电。这样其实很麻烦，所以现在最后一天只需要把这个随身挂在身上，我们就可以简单处理我们最后一天撤账的事情了。我们现在内帐跟客厅全部都完成了，一完成我就不想动了。你不想动？你没完成，你也没有在动。有啊，我刚刚一直跑前跑后，东西都有拿出来的哎、欸，四扇车子各个角落的饼干、门缝的小白笋啊，车底的玉米啊，后车厢的海苔啊，后车厢的海苔，很屌，总之很屌。我们今天的干拌面是鸡肉跟蟹肉棒口味，而且在锅里面吃进去多大块，卡多少在牙套上。我是觉得这个鸡胸肉特别看起来好吃，好吃，剥起来里面都感觉很 juicy 的。我教你，就是要把鸡胸肉解冻，解冻完之后水煮要滚，再丢下去煮两分半，关火盖起来，焖两分半，就可以起来。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的玩具，新玩具。买多久的新玩具？我们是春天的时候买的，买了之后天气就一直热，然后就不想烧柴，不想用柴炉，就一直放到现在。标示官网是4500瓦，它如果用高山瓦斯可以再充到7500瓦，号称三秒有肉吃。三秒会不会太夸张？我就计时。三秒。搞定，吃饭。我最喜欢吃烤的小鸡腿或小翅膀，我觉得它肉咬起来特别嫩，然后又很好吸收烤肉的酱汁。小翅膀还可以，但小鸡腿我觉得要看，不知道是烤的好不好，还是鸡腿好不好。很容易有那种很硬的小鸡腿。你有卷下来就先留一点，真的留一点。瞬间密集恐惧症，看起来很像卖的东西，太适合加在艾玉里面。你这杯在中文就被加冰块了。老鼠汤。刚吃完午餐，现在时间5:30。吃完午餐，吃完点心，就这时间啦。趁现在天色还没有暗，我们先带大家看看这个营地目前的规划。好，我们就先从上面介绍下去。那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5859露营区的门口，正前方就是 A 区，总共是规划8帐。A 区是目前我们体感啊这个营区最平坦的营位，因为本部这边有在卖水啊、瓦斯啊、饮料啊、饼干啊等等。像我们这次好像水就有带到不够，所以我们刚好刚刚买4瓶水，没错，1瓶25。下层开始石头就会开始陆续比较大颗，然后草的部分就会比较有野营感。第一、第二区分别都是2帐包区，所以这一整排过去啊，总共可以搭4帐。
B1 跟 B2 辖区就是我们这次本来定的 C 区，刚好遇到下雨，他们在 D 区那边有放一个很大的雨棚，那我们就想说多少挡一点。 C 区是离西边最近的区域啦，那如果说你要再近一点，可能就在入西口这边就要去我们现在的 D 区。 D 区的话这边刚好有一个棚子，然后听营主说是需要加钱啦，因为这次有遇到下雨，所以营主就很好心的直接让我们做使用。有一些人可能会有疑惑说他想要离西边近一点，或者想看一下西景，好像这边对我们一开始以为都是 C 区，所以我们定的是 C， 因为地图上看起来是离西最近，但其实它是 D 区离河最近。然后 D 区是可以直接从帐内往外看，就看得到溪流的场景。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营地的心得。我们这次定位跟中间遇到一些小事情。这营地啊，其实我们当初只能在啃酒头。我们那时候定位啊，找到这边其实是觉得，这边好像在溪旁边，看起来很棒、很漂亮。但是没想到从定位之后，我们发现这营地一个月好像都没有一组露营客。从5月14号以前往前推一个月，是没有任何一个路客有针对这个营区去做定位的。我们是定礼拜六一天而已，礼拜五是夜冲。我们第一次打电话，连续打了4通吧，从早上打到晚上，针对营主的电话我们都没有打通。然后本来想说以为夜冲没办法冲不成的，粉丝团私讯就马上有回，而且移读速度也蛮快的。我问他说你们夜冲怎么收费，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这边是1车500，那你们是2车嘛，所以2车的话就是1000。那我就马上打断他，因为我们这次很厉害，我们2帐然后4个人露营，我们只开了一台轿车，我们塞在一台轿车里面来了。就跟他说可是我们是2帐1车而已他说1车的话那就是500，我还这样子跟他重复过一次，然后他也是给我500的答案。到现场之后，他就改口跟我们的朋友是想说，他们这边是一样是1帐500，所以2帐的话还是1000。不一致的状况还有。第二次跟他确认夜冲的入场时间的时候，然后他跟我们说，因为他要下班之后再开车过来这边，所以想跟我们约晚一点。因为在问他电话的同时，粉丝专业的回复人员跟我们回复，跟我们说6点可以进场。我那个时候有在电话中先跟他确认过，他是说没有办法这么快。如果真的是因为上下班的时间卡住，导致夜冲时间要跟路客调度往后的话，那你们礼拜五也是有开放一家定位的，礼拜五的时候是怎么做经营的？然后他是跟我说，礼拜五的时候原则上他是可以请人家帮忙开门。那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们也是露营，那只是我们是夜冲，你不能帮我们晚上6点帮我开门吗？我这样子直接问他，我跟他说你们礼拜五也有经营，那为什么礼拜五的就可以有人开门，礼拜五夜冲的话就没有办法帮忙开门？他说那这样子没有办法。我听到我就愣住，我就说好，那我先跟我朋友讨论一下。然后后来我挂掉电话之后再打电话过去一次，粉丝专业刚好有人回复我们说6点可以进场，还跟我说。他刚刚的意思是说我这边一样下班才可以赶过去，那一样可以请人家帮你们在6点的时候开门。我不知道这是沟通上的问题吗？我觉得转的有点硬。然后第3点就是收纳空间有限制，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刚好没有买足，像我们这次水只有带1桶6000跟1桶2000的而已。我们就问他们有没有卖水，然后他们就跟我们说有卖600ml 的，然后1罐是20，然后跟他们说好，那我们要4罐。后来他帮我们拿水过来的时候，我朋友就跟他说可是我们现在只有1张100块，然后他就马上跟我说100块，对，他就说我记错价格了，1罐是25，4罐是100，刚好不用找钱。这种东西应该要更早的跟客人去讲，或许这是真的，但是消费者不会开心。也还好，因为他们后来还帮我们打折10块，我们最后被收90块，还找10块钱回来。撇除掉所有的沟通上的误会来说啦，我觉得这个营地其实它离溪真的非常的近，它该有的东西也都有，也有卫浴，也有厕所，也有冰箱，冰箱也有冷冻冷藏功能。而且你看那个环境，就是群山环绕，它其实是有一种环绕在山谷中，然后溪流旁边的感觉，其实是蛮喜欢的。那边还有小瀑布，就算一个蛮不错的野营感的营地，溯溪玩水玩，回来烘脚一下就干了。没错，你看这一条旁边都是湿的，但这一排都是干的。
好啦，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新的总结，还有常见问题来分享给大家。先说能不能买，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需要。像我们今天最后一天收账的，你就可以直接拿着它，然后装想要装的头，针对你要的东西做抽气的动作。主要是不用接电，真的很方便。晚上你如果今天要去上厕所还是洗澡，随身都可以挂在你的裤腰那边，因为它是扩散光，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扩散光。所以它会打在你的周遭，脚下前面的路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这边厂商有提供一些常见问题，可能大家会好奇。第一题 ，Giga Pump 4.0 的持续使用时间可以多长？它的三段流明40的时候是最低流明，长时间使用的话可以直接使用30小时。那如果是最强的灯光400流明的情况下是3个小时。第二题。用到一半临时没电怎么办？这台机身设计是 Type C 充电，所以你们可以带着行动电源边充边使用。第三题 ，Giga Pump 4.0 可以防水吗？支援 IP64 的生活防泼水，就是你可以在户外或海边使用，但还是要避免直接整台泡在水里。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0:30了吧？我们要赶快收一收。降雨率最高，而且我们在宜兰，我们居然有机会干燥车收，真的蛮难得的。好啦，那这就是本次的露营提案喽。碧海拔，如果有喜欢夏天玩水带小孩来的，还蛮推荐的。如果喜欢我们这次的露营影片，帮我们订阅按一下喜欢。那我们就下次露营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